是早餐咯。我现在人在登嘉楼，来看这个水晶回教堂。
detail.现在来到登嘉楼打卡景点吊桥，在这里呢是用这个 parking system， 但我试了很多次，我选它前后它是不会方向的，那我到附近的人问一下，原来知道这一架已经坏了。我现在来到登嘉楼唐人街，2 hours later.
来吃晚餐喽。刚好下雨啊，来吃烧烧的东西。后面再加的就没有拍